哎，美女，那个我憋不住了，我能让你屋解决一下吗？我肚子疼，然后我就住那屋嘛，然后我房卡丢了，那你找前台啊。哎呀，我这肚子疼，有点憋不住了，我再下去一趟，我怕就交代在半路了，行吗？你真的，你就在门口等我，我进去那个完事之后你再进去，你别误会，我没别的意思，然后就是解决一下这个，然后。憋不住了，你快进去吧，快进去吧。哎，好，谢谢啊，没事。等我一下，一会儿就好。谢谢啊。哎，那天你还记得吗？你给我买过东西，你帮我买东西，还，挺快呀，行，没事儿。哎哈喽，刚才我上厕所把你纸给你揣走了，还你。然后那个给你瓶水，然后为了表示感谢，好。那个问一下，就是你是本地的吗？还是来这边旅游的？我看你在这住酒店，我觉得这挺好的。我就问问你这边有什么好吃的、好玩的啥的，就是咱俩加个微信推荐一你不是本地的吗？下。听你这口音挺像啊。我有口音吗？我没有口音，没口音。但我不是本地的呀，你叫我没用。就咋呢？我比你来这边可能早几天，然后你要是想吃这边啥特色啊，或者好吃的好玩的啥的，你问我能加咋不能加呢？对不？就咋都能加呗，那不加行不行啊？你不加也行啊，那我不加我心里难受。看看哈喽，微信。这屋里还有个人朋友。啊。要微信。加微信，加什么加？不加，不加，不加，不加。啊？好人坏人呢？你好。他是不是让我等他一会儿？没听错吧？我跟个傻小子似的，搁这等半天。不行，回屋吧。眉来眼卷起愁云。